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国，元朗区有新街巷的代理阿彪。今天来到上野这边看一间八座高层的 E 单位，小秘书带大家看看。上野这个屋苑是元朗区成交量和伙数较多的屋苑之一，当中有2580伙，最高28楼，楼龄大概9年。本身这个屋苑有穿梭巴士去翻西铁站，车程大概8分钟一班。除了交通配套，会所设施都非常之齐全，有健身室、室内泳池和室内的球场。这个单位实用面积356尺，两房间隔，方向东北，望住内园池景。这个单位无论天花的灯、地下的地板，由门口到窗台，由厕所到厨房，每一个角落都由业主精心去设计和打造。客厅和饭厅用个书架隔开了，亦都放多两个人坐嘅 sofa， 亦都善用埋窗台位置整咗个窗台柜。呢个单位咧，亦都厅房同向望住咧，都系内园嘅池景。厕所里面无论洗手盆、地板、浴瓶，全部咧都换过新嘅。单位要保持得咁整洁，除咗要有好嘅装修，同时亦都要有业主好悉心嘅打理，先至会有呈现到咁嘅效果。除咗厕所，厨房亦都重新整过。原本靠墙一字型的设计变成 L 字型的设计，令到工作台面增加，并且配备全新的电器。两间房由传统折门变成两道外烫式烫门，令到个空间更加实用。细房亦都用埋窗台位置做了个三尺床，主人房做了个地台床，利用埋窗台位置放床褥，用尽晒单位里面每一个角落。除了提供到足够的储物空间，同时亦都唔会感到压迫。最后，大家对这个单位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你联络我李家国的代理阿彪。